更换弹匣。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。我讨厌信号被打乱，立刻给我进入信号区。护甲充能，就是这么神出鬼没。这里有轻型子弹，自由自在，来去如风。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姐姐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欢迎来到备战岛，在进入能爆基地之前可以变更你的英雄。基地即将开放，请做好准备。转移到这里来，我好像看见了什么。有轻型子弹，遭中弹了，该死！我放倒了一个，真可，这可真是让姐姐感到高兴。绝招准备就绪。竟敢朝我开枪，胆子不小。我需要修复护甲。更换弹匣。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。我讨厌信号被打乱，立刻给我进入信号区。我需要给护甲充能，就是这么神出鬼没。遭遇敌人，我好物分享，见者有份。更换弹匣，敌人竟敢朝。
朝我开枪，胆子不小。这里有轻型子弹，遭遇敌人，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我需要修复护甲，又有调皮的敌人出现了。就是这么中弹了，该死，遭遇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候一下。我放倒了一个，中弹了，准备作战。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第二回合，姐姐有些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。我需要给护甲充能，更换弹匣。自由自在，来去如风。又有调皮的敌人出现了，我放倒了一个，陈总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我需要填装子弹。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候一下。信号区正在移动。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正在运送支援舱。遭遇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候一下。就是这么神出鬼没。换弹匣，遭遇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候一下。我好像看见了什么。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。第三回合，信号区倒计时开始。我讨厌计划被打乱，立刻给我进入信号区。装点子弹，准备作战。我需要填装子弹。
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。不错，我们已经在信号区里了。正在运送支援舱。遭遇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：“我需要修复护甲。”更换弹匣，烈焰手雷，希望你会暖和。让我看看敌人爆炸。换弹，中弹了，该死！遭遇敌人，我们应该热情地问候一下。我放倒了一个，第四回合，真可怜。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新的玩家入局了，很有意思。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我还是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我需要填装子弹。装点子弹，准备作战。敌人竟敢朝我开枪！